会许仙，爱恨别离两缠绵。可叹人去桥断在，风景依旧心惘然。小青，我们终于回到镇江了，对，这感觉真奇妙。对啊，姐姐，连呼吸都透着一股爽呼吸的味道呢。毕竟经过了千年啊，什么都不一样了呢。对呀，姐姐，你快大声呼吸一口气吧。所以你看，金山的风景都变得不一样了哎！真的哎，姐姐，你看那个房子，还有那个船，而且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个奇怪的盒子哎，这个我们好像以前没有看过。真的哎，每个人都拿着盒子来对着我们，这该不会是法海的船人拿出什么奇怪的法器要应付我们吧？姐姐，啊，小心小心，对，这妖气很大。你怎么自拍啊？是这样点点吗？真的。来，出发吧。你是谁？法海，你怎么还在？我说怎么这么大灵气？小青、小白，你们怎么又来镇江了？是佛祖叫我们回来的。没错，佛祖说要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，运用我们的能力为这个世界带来正能量。开什么玩笑，我历经千年转世就是为了怕你们又回来作怪。拜托，历经了千年，我们的功力可没有荒废。对啊，来较量。对啊，来较量啊。较量就较量一下。好醒好醒，好说好说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双方采取剪刀石头布，赢的人泼水，输的人拿水挡水，谁先把水缸上水给舀完，谁就是胜出者。了解了没有？了解了解。抗议！他们有两个人，可是我只有一个人，这样不公平。抗议成立。那大不了你再找个帮手就是了。我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备。那我呢？哎，你们快点，快点！
激烈水漫金山大道法，我现在判定胜出者是法海。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还有什么恩怨放不下？还谈什么打打杀杀？大家肚子都饿了吧？我听说镇江有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叫锅盖面，我们一起去吃吧。好啊，我知道一家很好吃的锅盖面，我带你们去。我们去吃面了。香很 Q， 我们吃起来有种很幸福的感觉。对啊，法海你觉得呢？哎，你们别急啊，先听我说说镇江锅盖面的由来。镇江锅盖面是中国十大名面之一，也是被誉为江南的天下第一面。镇江锅盖面是用跳面制成的。正所谓什么是跳面呢？那就是把揉成的面团放在案板上，操作师傅坐在竹竿的一端。阿弥陀佛，我说师徒啊，你说的很精彩，可是我们实在饿得受不了。哼。既然这个面这么好吃，我们要不要请面馆的师傅教我们怎么做啊？我们可以去学会了之后，回家也可以自己做一次。哎，真的哎，好棒哦！真的师傅，我们刚刚吃的面那么有嚼劲，那么特别，它是怎么做出来的？是啊，赶快教我们吧！赶快！这个面条在镇江里有三块，第一块是香醋百多块，嚼豆腐当菜，第三点就是镇江的面条就是锅盖的组合盖。今天你们来看这做面的过程，你看我做啊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就来看师傅您做。哦，师傅，这个什么姿势？我姐姐，这是什么武功啊？对啊，这我们没看过哎。对，我们也没有学过哎，好神奇哦。师傅，你这样每天每个面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吗？是啊。那你的屁股不痛啊？我痛啊，就练功嘛。我看你屁股越练越翘了。哎，这个竹子，这是扎扎实实的竹子。对啊。对啊。我看了我屁股都疼了。对。你可以把它试一下吧。叫个跳芭蕾舞一样的跳，对，所以我要很像在面上跳舞一样。哎，对的，很好。哎，师傅，你看我这还有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。我有天分，对吧？你就有天分。哇，你有听到那个声音吗？有，他那个声音是扎扎实实敲在这个木板上，很磅礴的声音。你拿看我这面的，它像跟油浸一样的。对。我有闻到那个面条的香气了，对，面香，对，面香。因为镇江的面条有特色，它这个水好，它这个菜怎么呢？带碱，不带鸡蛋的。你看那个黄，它不是鸡蛋，它是碱，食用碱。所以面条韧度会那么好，是因为那个水啊。哎，对。哦，菜刀出来了。这是小刀。把多余的。多余的。哎，对。看这面特别嫩，已经嫩，看到吗？跟那个鱼皮一样的。小心哎！对，这手指超小心的，这手指很危险。要小心。哇！哇，师傅切的就是跟我们不一样，师傅每一条粗细的很平均，很平均。结束了，这面还要揉一下。
正道啊，正上正的，他绝对不会连在一起。哎，师傅，为什么这叫锅盖面？因为这个面锅里面有个锅盖。哦，就是这样子吗？对。你那是不小心掉进去的还是？应该是掉进去的。掉进去的。对。它控制水的翻滚。师傅，我看这挺热的耶。对呀、啊，有点害怕。那姐姐你先上吧。妹妹怎么这样？好。不，我是左手，你是右手，你正常的按着。我这样啊。对。这样子。对。然后这，你这样。哦。好，明白。30秒就可以拿上来了，面条上来就可以捞了。他是师傅，你丢太远了，师傅还看不到面在哪，我也看不到面在哪，面条上来太远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对。嚯！我帮你加点。倒进去可以。倒进去，希望法海可以垫底。法海绝对会垫底。好，那再来换。好，可以。换小青。好，再来试试。我应该可以比你好一点，然后丢一坨面。哎，你慢点。篓子放下去。会不会捞？师傅，我可以。怎么只有一点点？姐姐，你不可以这样吐槽我！你跟我是一组的，你要吐槽法海。真的。师傅，这好有难度哦。这是不是亲自体验之后才知道捞面多么困难？好难，而且我的面都不知道被我捞哪里。好，师傅，我放弃，我就这样吧。好，法海换你了，我们期待你可以垫底，拜托帮一下忙。来，法海，法海，等一下，头套歪姐姐，你看法海没多厉害嘛？那我们两个还是很贤惠。对啊，我们两个应该是，我们就是贤惠的小白与小青。你看是什么啊？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法海，你就走吧，走吧，没关系。黑心，对嘛？你要再多加一点几根面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是什么意思？想糊弄我们？你再多加了半根，你到底？我觉得还有很多面没有捞完。对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锅盖上是不可以有面的，刚刚师傅有说。有吗？我自己说。好没有。你想起来，他直接把它拖下去了。没有，他看我，他只是把它拖下去而已。没有了。最少哎，是不是都被面吸光了？他那个面那么多，他又没有捞完。反正我的最刚好啦，一定是我的最好。完成，我的。你看这个面条的 Q 度，多么的弹 Q 弹，讲错。如何？师傅讲师傅，师傅的眉头一皱啊，感觉不太单纯。不想读。看我的还在冒烟，已经都冷掉。我比你先做好没？看法海，法海，看法海的法海最难吃，都没有汤了，都没有汤选的。对啊，笑死。对啊。你看，太咸，对不对？四八四，太咸，是不是太咸？咸了，因为他要小心你的汤少了。师傅，你看他谋害你。不，你们三个人面条我已经全部品尝过了。那第一名，大家好，我是镇江醋男，喝好醋到镇江，到镇江喝好醋，中国名醋镇江醋。今天的第一名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第二名，那就是你。耶，我们两姐妹荣获第一名，最后一名。我就说法海最后一名吧。对啊，哎，被我们料中嘞。大家不用着急，我们这一关呢有一个处罚机制。
第二名跟第三名呢，要请到我们镇江特产镇江醋。好，第二名也要惩罚。第二名，等一下我要申诉，应该只有最后一名要吃吧？来吧，来吧。哎，法海怎么还是没声音？法海就很干脆的开了。我可以，我看看。还好我第一名，一、二，干了！法海喝了吗？怎么完全没表情？面无表情。如何？说这地方可有意思了。哎，你怎么追到这里来了？你怎么到哪都要跟着你？对啊。千万别这么说，我跟你说，自从第一眼看见你们，我就觉得我们缘分很深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些地方。现在就介绍一下这个西京渡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的 Vlog。这个呢，就是一个新的博客形式，叫做 Vlog。它的全称是呢 ，video blog 或者 video web blog。video blog 的作者呢，通过视频替代图片和文字，然后将自己上传自己的网络日志与网友分享。好，下面我们言归正传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西京渡。西京渡呢，它是一个长江下游著名的历史古渡，以前古称西楚，又因为在算山平台的北侧，所以又称算山渡。算山渡呢，又因为在镇江西城，所以称为西京渡，一直沿用至今。西京渡，依山傍水，二江河之要，古为吴楚要京。据说这里是以前的南北之要，史称朝觐咽喉。哇，带大家看一下这边。带渡亭下的驿渡码头遗址，还有超岸寺北的玉山大码头遗址，都是西京渡重要的渡口哦。著名的中国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也称西京渡为中国古渡博物馆。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小山楼，那是一个青年旅社。我看看周围，这边有很多古老的房子，它们都是清代的，80%都没有重新维修。2001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优秀保护奖。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，西京渡以千年江南第一渡选入长三角世博会主题体验之旅。超美的，你们看，飞阁流丹。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听说白蛇青蛇再现人间，我正准备去寻你们，没想到在这就碰到你了，真是天助我也。你又是谁啊？姐姐，你好怪哦。我毛三，弟子毛一，人称黑色毛一，不信我唱给你听。穿黑色毛衣，两个人的记忆，遇过之后更多忘记。我
忘记你的爱你，你不用在意。哎，停！你都给我回来！干嘛？哼，我是个道士，找你们就是一决高下。啊、哦，又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修行人。不好意思，我寺里还有事，先走一步，你们慢慢聊。好啊，那你想要怎么个比法？有种，到茅山来决个高下。比就比啊，谁怕谁？乌龟怕铁锤，蟑螂怕拖鞋。我陪你们一起去啊。哎呀！